对，就好了，万事俱备了。你们觉得这亚索打刀锋比较难打呀，还是打洛手比较难打？就打洛手比较难打，是吧？那我打他去。刀锋其实还好。 刀锋至少不会不讲道理，还不如当个蛆。咦，掉了一管血，只掉了100滴血，啊，一刀。 不知道他学的什么呀？我其实可以再扎他一刀，我不知道他学的什么技能。 我也估计学的减速。 第三段Q不用了，还能减个几秒CD。用了的话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 Faker 都没有发现建模这个 Q 技能，现在别不用。我昨天看了 Faker 直播啊，Faker 玩建模还是说三段 Q， 就是要三个都放，这样是不好的，这样没有减 CD。 你的 CD 这个暴雪好像没太耗过他，哎呀，等第三段结束不要时间呢。 嘲讽 ，OK， 300块。有嘲讽没有？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 就是一个人啊，要是一个补刀都不漏的话呢，他将会补刀特别多，很帅。所以我决定也做一个这样的男人。看来不行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做这样的男人了。 有些刀啊，能漏啊，它就漏了得了，没有什么意义，不要补了啊。漏不着，没事。 哎呀，我操！前面有个小兵挡我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没办法，一个刀不漏啊！你说上路这种英雄，你要中路还行。我说实话，而且那种吧，必须得是段位比较高，而且要么就打比赛，他们不干，你知道吧？不过我刀还是很好的，42刀，60分钟啊，不是6分钟啊，还不错，我还挺满意。有些人说这个抠技能你等，就是等吸地是不是也要吸地？我跟你说啊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啊，我现在一段抠啊，我在这等他，哎，他现在变成5秒了，对吧？我先把他杀了，再给你们看吧。你看啊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我们等啊，等第三段 Q 放，还是9秒，看见没有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算了吧。你看第三段口，如果你放啊，就一定是8秒。干嘛眼多是不是？他现在就是怎么的呢？你不放，无论你几段 Q， 他都是捡那么多 CD。你看我一段 Q 放完，二段 Q 放完，不放了，然后结束还是3秒。我让你卡 Q， 打个眼儿。再见。烦死你！算了，走吧。原来是后边有人儿，我说的嘛，梗成这个样子。进一下草丛啊！QE一段，扎一刀，闪现二段 Q。哎呦，中路又是托尔佐呀，你干哈呢？干哈呢老弟呀，这啥意思？这有点让人受不了啊。
马儿快跑。这波这个人马如果想杀我，他就必须得直接 R， 他不直接 R 是杀不掉我的。没事，刀锋让他无敌没有用，那都没用，他杀个不值钱的，我杀俩值钱的，看谁杀的多。没事，来，别着急上啊。干哈呢？嘲讽回来。你为啥不从右边走啊？刚才我以为他要从右边走呢，他为啥？妈的，让塔给我砸了！哎呀，距离没掌控好，距离没有掌控好，给我砸了，砸了我两下还。把红 buff 传递一下吧，传递一下。感谢美军的火箭，谢谢美军，感谢美丽的女粉丝美军的火箭。哎，哎呀，哦，跑得好快。这波没有大哎，等个二十秒等大吧，稍微先等一会儿。打这个英雄还真是挺烦，你知道吧？三秒，你后边没有人就行。哎呀，烦得很。哎，傻了，可以一走。回血了呀，回血也死了。让王八上来帮我们，没事，这把有个王八。打野不想理我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这把打野最想理的人，知道吧？打野不想理我，那是肯定不可能的。
哎呦我操！来，其实哎呀，行吧，杀了就行了，无所谓了，也别管到底怎么杀的了啊，都无所谓了，能把他杀了就行。剑魔打这玩意儿呢，其实真不是很好打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老走位，他走位很恶心，他就得打那种憨皮，跑得快不行，打不到。能不能够好，你看 Q 不到人，近身了就很恶心。都不到，他跑得太快了，他们俩。全空也没空吧，内圈 Q 着了，外圈没 Q 着。不是他跑得快，这人马尤其还是人马，他又出小兵锤又出清灵之靴，我追不上他，我劈不到他很正常。别上去我人头，给我整的挺害怕呀，这哇哦这么猛，哎呦我这人马后边后边，哎，可以吸血，那一口扎能回了二三百滴血，我无敌了，我真的无敌了，不管你们信不信啊，我都要说一句，我无敌了。这波的下路应该是死光了。呀，怎么往这边劈了呢？拆塔感觉好像不行，那边要拆我们家中，我靠！哎呀，这怎么整？我想一想啊，
不要跟这亚索在一块儿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能走多快走多快啊！能打不？我在想。你说我来帮他干嘛？点灯笼，走吧。还是心太远呢，这女枪干哈呢？这王八别不敢上啊，我操兄弟，我天神下凡你直接上我们全收，这王八给我顶一手就好了。一 Q 他呀，亚索出啥装备？怎么攻速这么慢啊？感觉完了，亚索值钱了。哎呦，可以！刚才没大，我跟你们说，有大绝对无敌。开大往前上，我炸！跟我来打大龙，有眼儿没有？没有眼儿就直接打。让我来扛吧，我有吸血。打打打，四千血没事打。先杀银马吧。哎，杀个女枪。还搁那打野，大兄弟，我感觉能打，我感觉能打，我感觉能打。你别走，来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我有大，你别害怕，往这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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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往回走。杀一个就无敌，我错了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I'm sorry， 确实是不应该去救他。嗯，我还要出点攻击力装备，我觉得我攻击力不够，还能出点什么？来个春哥吧，要不？不对，出个幽梦吧。可以打，我将扑灭光明，制造永恒。
我现在攻击力不够，你知道吧？我其实死不了，但是杀人杀不动，有点出幽梦吧，出幽梦。正好减息地差了10%。来，我要赢得他们的。能赢，没事，我们家有威恩，害怕。刀锋装备其实都没我好。杀 ADC， 回头，敢死了？不行啊，这英雄还是一打五打不了啊！我这，哎呀，我这回头一看啊，全没了。我杀完俩人回头一瞅全没了，人家那三个人满血在我面前，人马还他妈的有个大，好像他有大没人马忘了，回头一瞅全满血，太幼了，这杀人他打不动。我自己空多少扣，那人家没走位啊，那你近身怎么好中扣啊？维恩也不会玩，会玩就好了。反正这英雄不能一打五，伤害不够，而且 Q 容易空，还得是武器大师啊。哎呦，还行，杀了一个。人家家战士太猛，你知道吧？没有虚区，杀战士过来揍我，揍我一个。这王八怎么能这么脆呢？这老鳖！威恩按道理来讲应该能挺有用的，其实。哎，我的天，他都能赖军带瑞。什么世道？第二柱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一刀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一段 Q，A 一下，二段 Q。我操！一下劈了我多少血？700多好像，一整块血没了。再出个春哥吧，2800。龟头被锤烂了，别上了呗，你就一个人就算了，你说打个团你都活不下来，就这走 A 就别 A 人了，兄弟。
这啥意思呢？给我 Q 用的有点快了，稍微慢点用。这边有银马，我先去把女枪杀了吧，我就不用大把女枪杀了，试一试。然后杀银马，王八死了，偷风来了。出青雨啊，试试吧，反正我这打团大没完事，我也死不了。握手无敌，没人打得动啊，那后排全傻子，你是怎么打？你不得来点虚区吗？我又得扛伤害，又得杀对面后排，完事我还得杀对面前排，我那一把屎一把尿全我干，那事儿那能哪能干得了啊。嗯，他们应该是打大龙去了。嗯，对面打大龙去了，但是可以打，可以打。这维恩别死就行。我杀他们家后排就随便杀，其实都是，就是前排杀不了，我打不动，我得那个维恩打，我是打不动的。凹了对面三条火龙，我才看着。可以拆，继续拆。走，见好就收。哎，这个人马真鸡巴烦。真的讨厌这个人。干嘛？哟，我怎么没血的？哎，我血哪去了？女枪有伤害吗？哦，女枪有伤害，女枪有两个装备。不是，我血哪去了？刚才
我一开始不认为女枪有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但其实我也杀不了他，他给我套虚弱了，脑袋顶还有个虚弱呢。我先打女枪的落手不拉你吗？拉你他回血，你又更打不死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们家这个银马好像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点针对我。我这回血，我操！你们家这波必输。死，1000块钱。他应该是 Q 走了。哎，王八，嘲讽！好的，600块，中推打赢了。虽然不知道怎么赢的，但是赢了，可以啊。赢了就好。推推推啊！对面剩个人马加个奥巴马，这两只马啊，这两个马能不能推？我想一想啊，不能推，走吧，打条龙去，看有没有红啊。这就打呀，王八没有多少血呀！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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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！我去推他们家基地，让对面来打。好像不行，哎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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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面少个刀锋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来了！女枪。杀死！我们保一下威恩，杀死 ！W 定住 ，A 一刀，二段 Q。再扎，游戏结束。别打龙了，快一波呀！这什么老回路啊！我天哪！打一半还不打了？那你给他打完呗！真是的，哎呀，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。嘿嘿。